很喜欢街头文化，然后我觉得球鞋也是街头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，甚至于不夸张的来说，它是架起全球年轻人进行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。年轻人在努力让这个城市的文化变得有意思，让这个城市变得有活力。我觉得武汉时装周也是为这个城市去注重很多时尚元素的一个过程。我觉得就是加强年轻人之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。我觉得球鞋对于我来说是我回忆的一个载体，也就是说其实相对于它的限量啊，或者相对于它的价值来说，我更重要的是在10年后、20年后看了这双鞋，我可以回忆起10年前、20年前的一个小故事，或者是我自己当时的一个初衷啊，我觉得就非常感动的一件事。